那听完了浩辰的金蛇狂舞之后，接下来是由陈怡文老师所指导的大提琴西万组的表演。参与演出的同学有雨辰、雨涵以及玉辰。那他们所要表演的曲目是法国民谣。法国民谣是由三拍子的节拍所谱写的一个乐曲，乐曲与三拍子特有的音乐律动表现出圆舞曲的感觉。那我们掌声欢迎。6年级的同学来参与的，我们谢谢他们。好，接下来。